藏才艺高手现身，这辈子我一定要上过一次大学生。想给他一个绰号叫“毒物哥”，手臂是有肌肉，看现在是肥肉。是，对啊，很帅啊！跟而且跟那个动漫的在一起，在一起。我们在这边就宣布，这辈子一定要上大学生。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